吃狗肉这事儿，每年都闹事儿。这个喜欢养宠物的、喜欢养狗的人最反对就是这件事儿啊。但中国啊，地大，吃狗的地方很多啊。我能想起来的地方啊，比较典型的，首先是东北的延吉啊，因为延吉呢，朝鲜族人多，朝鲜族有吃狗肉的习俗。我在以前讲过，我在东北14岁到东北去养的记忆犹新，就痛苦。还有哪吃狗肉呢？就每年闹事最凶的啊，广西玉林啊，狗肉节，三伏天就着荔枝吃狗肉，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火都能压下去啊。再有是哪儿呢？我去徐州啊，江苏沛县吃狗肉啊，因为它有历史典故啊。《史记》记载，就是刘邦手下有个名将叫樊哙嘛。樊哙小时候就是屠狗为生，就杀狗为生的。刘邦就跟他关系好啊，就老吃他的狗肉不付钱，就是关系好，就吃人东西不给钱啊。时间久了呢，这樊哙就不高兴，不高兴呢，为躲刘邦呢，樊哙就把这肉摊子就迁走了，迁走了，迁哪儿去了呢？就迁到了今天的这个微山县啊，就下镇，就是当时的湖东夏阳。刘邦就闻讯又赶去，找不着船呢，突然游来一只啊，大甲鱼啊，就是这个大王八啊，巨大的王八。刘邦就游着就过去了，找他去，又去吃狗肉去了啊。那么，这就是沛县地区吃狗肉的这个文化传统。当时据说这个狗就跟王八一块煮嘛，所以就有了这种现在叫原汁狗肉，就是王八汁，王八和狗一块炖啊。我们有一道名菜，叫做霸王别姬啊，就是一只鸡和一个甲鱼在一块炖啊，这叫霸王别姬。其实还有一道名菜呢，就是霸王别狗啊，跟这狗一块来啊，所以。这个文化，吃狗肉的这个文化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我去徐州，朋友们盛情招待，一上桌一大盘狗肉，我当时呢就跟他们这么说的，我说啊，你们吃不吃是你们的事儿，但今天你来请我，我是不吃狗肉的。我不仅不吃狗肉。我不愿意在桌子上看见你们吃，如果你们执意要请我吃这顿饭，那我劝你们把这狗肉给我端下去，我就看不见它啊，我就不能看见它。所以他们以为在当地拿狗肉招待你，一个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待遇啊，这个当地的特产嘛。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文化冲突。我们今天保护动物啊，缺乏很多法律。今天吃狗肉和不吃狗肉之间的这种干仗都没有法律依据。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啊，这种保护动物的法律呢会越来越细致。我想不能吃狗、不能吃猫这些事儿呢，很快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不信，你到西方去啊，你到西方去，很多国家你吃狗，你在当众要杀狗，我保你坐监狱，对不对？你肯定会坐监狱。因为人家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那有人就问我，就说：“哎，这个猪能吃狗，怎么不能吃？不都是动物吗？”是，都是动物，但动物和动物有所不同。它不同不是动物之身物种的不同，是我们赋予它文化上的不同。我们养狗养了15000年，它做了我15000年的帮手，你要吃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培养猪的历史就几千年嘛，就我们豢养猪的历史。我们豢养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肉，你除了吃肉，它不能帮你干什么事儿啊？据说现在能帮你排雷，就算它能排雷啊，它能，咱生活中有几颗雷能让它排？所以，我们今天吃不吃狗肉啊，吃不吃猫肉，它是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的文化致敬或者说妥协。那我想，我们就。有赖于我们尽快的啊，关于保护动物的这种法律出现啊，一旦有这种法律出现，那你再去做，那就是违法。那我们很多人说，那我们这个狗的文化形象不都是负面的吗？我告诉你，狗的文化形象一开始一点都不负面。
鸡狗本来就是搁在一起啊，就很和谐嘛，你家里养着鸡养着狗都非常和谐嘛，是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嘛，啊，他说的是鸡犬之声相闻啊，你能听得见，是一种和谐的景象。比如啊，鸡犬不宁这个词儿啊，这词儿最初呢是出自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啊，他说：“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啊。”就是这个，这是就说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啊，鸡犬不宁。那么唐代啊，安史之乱以后呢，时局它就非常动荡啊。那个时局一动荡呢，这个官员就搜刮民脂民膏啊，各种苛捐杂税就全上来了。所以老百姓呢就没法吃饱肚子。柳宗元写《捕蛇者说》的时候，就讽刺当时的一个时政。那么，“鸡犬不宁”这个词儿呢，我们今天看它是一个负面的词儿，是吧？是一个贬义的，说这个谁谁谁把那个地方闹得鸡犬不宁，它是个负面的。但是它的本意啊，这个词汇的本意呢，实际上是描绘一个状态啊，跟我们刚才说的鸡犬之声相闻呢，其实是同样一个状态。证明什么呢？证明人类，我们农耕民族养狗养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跟鸡犬不宁这个词儿非常接近的一个词儿，就叫鸡飞狗跳，是吧？鸡飞蛋打，其实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负面的词儿啊。这个词儿其实鸡和狗本身呢并没有这个负面的含义，而是人类的情绪转嫁了。那么当然也有很美的了，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很美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联啊，一个对联呢叫这个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这个字对啊，这是上联啊。我很年轻就知道这个字对，这个字对也算千古绝对，就是没有人能对得上来，能对得像他这么意境啊，非常美又非常自然。鸡犬过双桥，下了霜的一个桥，小桥啊，一层白跟薄雪似的。鸡犬走过去以后，一个狗和一个鸡走过去以后呢，狗的爪子像梅花，这个鸡的爪子像竹叶，所以叫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非常漂亮，意境非常美。但就没想到这个联的下联就对不出来了。很多人都在对啊，我在这个网上看过很多啊，包括过去的书中都有描述，对的都不够好啊。你比如有人对啊，说鸳鸯游碧水，满池喜偶笑莲，这实在这意象不美啊！鸳鸯本身是一种动物，鸡犬是两种动物啊。这个燕鹰穿绣幕，半窗玉剪金梭，比较生硬啊。燕鹰啊，对这个鸡犬呢相对好一点，而理论上讲，鸡犬呢，一个是禽，一个是兽。就叫过去古人叫灵毛走兽，那你下联对的时候，你要不然就也是灵毛走兽，那你最好换两种动物，比如你换一个两栖类的，换一个爬行类的，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人还对过叫隐蛙鸣草地，满天笛韵鼓声，这个相对好一点啊。隐是蚯蚓，蛙是青蛙，你看蚯蚓是虫啊，是虫，蛙是两栖类动物，鸣草地表现的是声音，过双桥是表现的是这个意境，是你看见的，这是你听见的。他说满天笛韵鼓声，这鼓声我可以理解是蛙鸣如鼓嘛，但这笛韵呢就说不清楚了，这笛韵是谁，你哼不能是蚯蚓啊，蚯蚓不发声啊，所以这个对的呢就对的不好。所以我看看我们的观众和网友有没有有本事的人能把这个千古绝对对出来，对得天衣无缝。比如我们过去啊读古典小说《水浒》啊，那《水浒传》里就说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那么丧家犬啊，丧家犬就是一丧家犬一落水狗啊。过去我记得北大教授李陵写过一本书叫《丧家犬》。
写的就是丧家犬，这书名就丧家犬。结果呢，我认识一人啊，这人就没事呢买书啊，喜欢买书送领导，巴结领导啊，巴结他的上司啊。结果那天呢，买了这么一本丧家犬呢，送给他领导，还单独送的。你说你送一摞也好吧，就送一本丧家犬给领导。这领导当时拿这本书没在意，就扔桌子上了。晚上看见了，一看说这书怎么叫丧家犬呢？就打一电话问他，说哎，说我问你，你送我这丧家犬啥意思？这哥们儿啊，顿时晚上接的电话啊，就一背心一裤衩全湿透了啊，就是送书给送坏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成语中啊，关于狗的负面为多啊，比如说鸡零狗碎，说这人鸡零狗碎的啊，比如说狼心狗肺，说这人坏到家了，狼心狗肺。比如蝇营狗苟啊，蝇营狗苟这词儿呢是当年韩愈啊这个创造的，这个现在是一个成语，蝇营狗苟啊。他说呢，蝇营狗苟蛐蛐复还，这个词儿呢这个实际上很难，它是双音结构，两个字是一个音啊，但是意思完全不同。第一句话说呢，不能像苍蝇那样啊钻营，也不能像狗那样苟且啊，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吧，还有什么呢？还有诗和远方啊！啊，这是这个高晓松的话。其实高晓松这话就是从韩愈那话套过来的啊，《蝇营狗苟》里套过来的。再有呢，这个古人认为狗呢属阳，性燥嘛，你不吃狗肉，你吃几天浑身都冒火嘛，啊，起大包啊，火气特大，所以狗是阳物，鬼呢是阴的，所以这个鬼就怕狗。那么，我们说这个这些都是一些过去文化中的符号了啊，就究竟有多少人信呢，也不一定今天有更多的人信，就是听着一乐。但是我们关于狗的文化在这些年呢不停的在延伸啊，比如我们一开始就说的啊，单身狗，过去谁说自个儿是狗啊，对吧，只能说自个儿的儿子小狗，也不能说自个儿是狗啊。那么比如现在最愿意说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呢，撒狗血，撒狗血。这个撒狗血这个事儿还让我理解了半天才理解过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的是电视剧啊，比如人家说那电视剧特没劲，撒狗血，就什么撒狗血呢，就是过度的夸张，胡编乱造，胡扯，剧情呢就太狗血了，就是完全是编的啊。其实撒狗血的这个原话呢来自于这个梨园行啊，它是什么意思本身呢，本身是说演员表演的时候呢不讲分寸。你知道京剧啊讲究什么呢，讲究招式，讲究板眼，讲究分寸啊，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要讲究分寸，拿捏的得特到好处。一个亮相啊，他得有这亮相的这姿势，突然喷一个，哎，那过了，就是过了不成。过火的表演呢，他有时候为了讨好观众啊，尤其在过去啊，过去上台以后他不像现在有电视镜头能推上去，你的远远的一大戏园子有人看不清楚，所以他就非常容易过火。这一过火呢就出问题了，人家就说你这就叫撒狗血。因为旧时啊，旧时认为你的表演有个词儿不叫炉火纯青吗，就是你得恰到好处，一定到位，不能冒也不能不足啊，不足谓之温。什么温呢，得了病积温啊，人得温了啊，过火呢就叫撒狗血。那么跟撒狗血并着的一个新词儿啊，这也是我弄了一阵子才弄明白的，叫撒狗粮。我原来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撒狗粮跟秀恩爱有什么关系啊，是撒狗血是那一个冒了的事儿，这撒狗粮是个什么意思呢？那么撒狗粮啊，现在可能是，我想这个词儿可能大概是现在养宠物的人多。你看啊，你家里养一宠物狗，你一天没回去，晚上你一下班一进来，哎，再给一把狗粮一吃。我们过去狗跟人吃一个饭，现在狗吃狗的饭，人吃人的饭啊。你吃完饭回去买这个狗粮，拿狗粮喂它，所以这叫撒狗粮。一撒狗粮，这狗就高兴了嘛，一高兴怎么着，朝你摇尾巴，啊，特高兴啊。所以你知道撒狗粮呢就变成了一个慢慢慢慢，也不知道从何年何月何时就变成了一个俩人秀恩爱的这样一个特定词汇。那我们再想想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狗啊，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狗真的不多啊，最有名的就是哮天犬。哮天犬是我们文学中的一个形象啊，《西游记》中也出现过，对不对？第一回就扑倒了孙悟空，是吧？这个后来到63回又出现了一回啊，是帮着这个二郎神制服了九头虫啊。这个哮天犬是我们的文学中啊第一有名的狗啊，这是哮天犬。那哮天犬的原型是什么呢？是细犬，粗细的细。细犬是干嘛的呢？是打猎的，就是猎犬啊。前一段时候我还跟我这个一个朋友聊这个，他说有人养的特好，有机会我们一块去看看。我特别喜欢那狗啊，那狗完全都是模特啊，长得细胳膊细腿，身子特长啊，弹性特好，跑起来可好看了。据说它时速能达到60公里，60公里什么速度？差不多是人一倍的速度。你想跑它那么快是不可能的啊！世界上跑最快的是猎豹，猎豹据说能跑80多公里时速啊，当然都时间很短，它不可能坚持住。那么由于这种狗特别瘦，看着特别瘦，有那小腰哪能这么细，所以叫细犬。清朝入关以后啊，因为清朝本身就满族人就有狩猎的这个习俗嘛，所以从康熙到乾隆啊，当时每年都是春搜秋显啊，都去打猎。据说啊，当时康熙皇帝狩猎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一个细犬挺身而出，就救过康熙皇帝的命，所以康熙一出门就跟自个儿的细犬形影不离。后来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画师啊，宫廷画师郎世宁，这个进入这个朝廷以后呢，他是因为朝廷画家嘛，就请来的西画画家呢，就以康熙钟爱的啊自个儿的这个十个啊这个细犬呢，就画了《十骏犬图》。这个《十骏犬图》呢，今天藏在故宫博物院啊。它除了里头有一个叫仓尼的一个藏獒犬以外，剩下全是这种细犬或者类细犬，就是很瘦的狗。古人呢打猎的时候不喜欢那个大肥狗啊，你带着藏獒是打不了猎的。藏獒你别看它凶，它劲儿大，它跑不快，那狗呢没那个速度。好，你要看藏獒要跑起来呢，没那么大速度，它跑的就是比我快而已啊。那么历史上还有一个狗比较有名啊，这狗叫什么呢？叫黄耳啊，俩耳朵黄的啊。当时晋朝啊，有个诗人啊，叫陆机，他养了一个狗呢，就叫黄耳。陆机在这个京城为官，那个京城当时就是洛阳，就在那时候信息不通啊，不像现在，你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都成。好久没有家里的信，心里就嘀咕，就担心怎么办呢？就念叨呗，就对着他狗说你要能带个书信跑回家去，跟我啊探听消息啊。你还能回来吗？那狗听完就是摇头摆尾，很高兴，又点头又哈腰的。哎呦，这陆机说这狗能听懂我说话吗？马上就写了封信，就装在竹筒子里，就绑在这个黄耳啊，这狗的脖子上，然后就把狗杀了。这狗啊很聪明啊，狗很有意思，狗走多远都能回到家，日夜兼程啊，星夜赶路啊，就不停的赶路。然后呢，家人呢一下就收到这封信了，看到陆机写的信呢，又写了封回信，然后又搁到这个竹筒子里，又挂在狗脖子上，狗就立刻上路，一路翻山越岭的又往回跑，直奔京城啊。这个陆机的家乡跟洛阳之间隔着好几千里路呢，人要来回走，走上个俩仨月、半年都不止啊。但这狗就用了20多天就跑回来了，所以陆机就特别高兴啊。你知道过去古代书信传达啊，皇家传达就几个等级嘛，300里加急啊，400里加急，500里加急，最多到600里加急。什么叫600里加急呀？一昼夜24小时跑600里地，就是今天的300公里。今天的300公里，你在高速公路上就3小时啊，100公里1小时嘛，3小时。那时候要跑一天，跑一天呢，就是驿站30里地一换马，150里地一换人，这个一天300里地。要换两回人也受不了，那个颠散了。所以过去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你比如北京到上海这么近的距离，那往返一下半个月到20天很正常啊，这还是最快的皇家信息。那黄耳狗跑得快啊，很快就20多天，一个月之内跑一往返，给你带来了
家里的信息，这陆基就特别念惦念这事儿。你知道古人获得这个信息的这个代价太大，所以他就特别能够铭记在心啊。这个古诗中家书抵万金，就这意思，寄一封家信那抵万金呢、啊。所以陆基后来呢，在这个狗死了，这狗二这个以后死了以后，在家乡就埋了他，然后呢，这个写了一个碑文，碑文呢就说黄耳冢啊，这在《晋书》上是有记载的。黄耳啊，是我们能够查阅古代到今天的文献资料中呢，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狗，但是我们对狗的描述并不多。近些年传播的比较狗的忠犬的故事都是往往在国外啊，比如这个日本有一个忠犬八公的故事。忠犬八公呢，这个故事发生在1923年到现在我看看也95年了啊，就快100年了。那么当时呢，它是一条白色的秋田犬，就是日本的土犬啊。那么它出生以后呢，就被东京大学的一个这个教授啊，这个教授叫上野英三郎，就抱回家中。然后每天呢，这个八公啊，这个就在这个涩谷车站呢出口等主人。你想想啊，这事儿就特温情。你每天不会有一个人永远的在等你，狗可以做到。这狗只要活着，它每天都在这个点上等你，就非常的温馨。你都想象啊，每天出这个火车站的时候，那狗就在旁边特别高兴的见到你，高高兴兴跟着你一块回家，那种温馨的场面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结果到1925年的啊，这个很具体的日子是4月21号呢，这教授呢就在学校都突发心脏病辞世。那他的亲友里呢就知道这个教授和这个狗之间的这个关系，有人就把这个八公呢就领养回家。但是这个八公心目中啊，他的主人就是上野英三郎啊，所以他每天仍旧从家里出来风雨无阻的往返于这个涩谷车站，到点他就去，接不到人他也会在那儿等着。这一等就是整整9年啊，9年。我们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做到。1933年的时候呢，日本的朝日新闻就把这个事儿给刊登了啊。1933年呢，距今年也80多年了，八公对主人的这种忠诚和眷恋的故事就传遍了全日本，所以八公犬呢就成为忠诚的一个民族象征。你知道这个日本民族是非常讲究忠诚的，所以他对忠诚文化中的塑造呢，八公犬算其中一例。到1934年的时候，八公的这个雕像呢就建立起来了啊。然后呢，第二年啊，就1935年的时候，八公犬呢就去世了，死后跟主人葬在一起。这个故事呢，这个你看看啊，从八公犬去世到现在，也80多年过去了。这个80多年啊，这个狗的忠犬的形象啊，在日本中流传几乎人人皆知。我们今天呢，有时听到这个故事呢，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它不可思议呢，它依然是发生了。所以人和狗之间是有一种超越物种之间的情感。我们的情感都局限于物种之间，比如我只跟人发生情感，我跟动物不发生情感。但当人类文明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人和动物之间，尤其跟你自己豢养的动物之间呢，你会产生情感。